你好，我是来面试领舞的，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。我7岁开始跳舞，从镇上的少年宫考到了海城现代舞团。民族舞、现代舞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我都能跳。哼，没想到我们和现代舞团还挺有缘分的。我可以跳给你看。脱了。天天上班上台露大腿不适合你，你是学院派。等一下，我介绍一个人给你，他能帮到你。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美是不可以被分享的。小姐吗？我们是新加坡舞团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抵达海城。
程邀您过来面试，